圣诞节快到了，很多人都想要得到圣诞礼物，而今年远东百货和花莲市公所合作推出了圣诞心愿圆梦计划。在市长魏嘉贤还有代表会主席苏美珠号召之下，500位家福中心的孩子们都能够拿到梦想的圣诞礼物。12月6号下午，小朋友们从市长手中接过包装精美的礼物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一颗篮球，一个书包，一双鞋子，甚至于只是一包尿布或者卫生纸，一般人觉得这是日常的生活用品，对于弱势家庭的孩子而言就是圣诞心愿。为了帮助家福中心的孩子圆梦，花莲市公所今年和远东百货合作，共同举办了圣诞心愿圆梦计划。在市长魏嘉贤还有代表会主席苏美珠号召之下，500份礼物募集达标，12月6号举办了发送礼物的活动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个机会，那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代表会一起来帮这些孩子来圆梦，那也非常感谢远东百货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，那也跟花莲市公所来做相关的合作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活动原本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了，那因为有一些因故的部分有稍微把活动的内容稍微减缓一点，那但是今年我们希望说能够重新把圣诞树点燃起来，那点燃每一个人心中最亮的那盏灯，那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来做公益。那我们今天也看到500个孩子的梦想都能够达成，那虽然是小小的愿望，但是有大家的努力可以完成他们心中最想要的那一块的一个愿望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满足。这项圣诞心愿圆梦计划获得各界热情回响，善心人士踊跃认购心愿卡帮小朋友来圆梦。市长魏嘉贤表示，未来有机会再举办这样的活动，会串联更多的社团资源，让更多人一起来关怀弱势家庭孩童，也要让社会可以充满温馨幸福的气氛。记者会花莲市报道。